在我看来，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涵对一个演员的成长同等重要。个性会被更多人记住，内涵会让表演更加打动人心。从小我就热爱运动，选择练习巴西柔术，它能让技巧、脑力、体能完美结合，和我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儿很契合。方向感需要自我赋予，从认定自己要做一个好演员那一刻，我的内心非常坚定。拍电影《红海行动》，我收获满满，它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一直在努力前进。曾经从事很多职业，选择与积累使我成为今天的自己。我是黄景瑜，我热爱真实与内涵丰盛的人生。